是很老实的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凶一点，这个不在。我们的店员就已经跟他说，我们就白饭一碗就是多少钱，已经有都有告知。你认识吗？这两个不认识，他们应该是外地人。我记得，对，有吓到啊！就是他喊那么大声，我们里面的人才突然出来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全店的人出来，想要攻击他。对，我们是根据店家跟我们提供的车号，我们查询到当事人，请当事人过来我们派出所。那店家本身在场的时候是跟我们店。派分所讲的是希望我们分所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告诫这两位客人，就这一对夫妻。事后这对夫妻啊，也对他们的行为啊感到抱歉啊，也跟店家当场道歉以后，希望得到店家的谅解。